不是第一次参与，好有意义，觉得大家齐心协力做一件事情，虽然屏幕小小的，大家挤在里面，但好开心啊，嗯，有意义，嗯，特别有意义。不知道我们节目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节目里面提一下哪个地方的什么东西农产品滞销了什么之类的，对，就是那么一句话，整个村子困难就解决了，嗯。祝福我们的果农朋友们，我们的邻居们，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希望他们可以度过这一次难关，度过难关，就让他们更有信心一点。真正向往的生活就是让别人过上向往的生活。对，我尝尝我的大酱骨，就这个了，哎呦我，哎呀，哎呦我，这太香了。哎呦，这大酱骨，诚心推荐啊！我诚心推荐。行，我来个小的。贼好吃！哎呦，这也不小啊！呜呜，彤彤来，走起！好好吃，哇，吃了好几年了。好，酱大骨，真是绝了，绝了，真的。彤彤来炒饭啊，来来来，我自己来。你可以用筷这个筷子帮我顶一下吗？行。你要多少吧，哥？我就都要了。不是我的意思是，哎，这么，哎呦啊，哎呀，哎呀，哎呦啊！谢谢彭哥为我啊！哎呦我彭哥，妈，你要早这么盘子呢？那我都等你们先吃一下吧。彭哥还是彭哥。你们平时几点睡啊？你们都几点睡？我比较晚。我是到天亮的哎。是吗？因为薇娅她都是天亮睡，我们就配合她。你陪着薇娅老师到天亮，好吧？啊，行啊。而且吃完饭总得进行一些后面的活动，对不对？我们练了好久那首叫什么来着？最近一直都在听歪老师的歌。风一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我帮你点一下，来吧，冯老师。真的吗？当然了，我真的不行啊，我真的不行啊。来，快快快！完了完了完了！下面有请彭昱畅为大家带来《Last Dance》。哦。来了，准备。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孤独的存在。那你头发得吹起来的。一个人走，想遇见你的挽留。你拿，你好好唱，我给你拿。但那个离太远了，黄老师，我看不清歌词。看不清，我这想，我给你想办法。哎，等一下，我让他。到位了，到位了，到位。哎呦，真的。好，你送上彭彭，这是你到你红的时候了。哎呦，到哥，我给你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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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别了，我真的不行了。释怀，快快，干冰那边都准备了。明天我要离开。我开始吗？你给的爱，孤独的等待。是否我一个人走，想听见你的挽留。春风秋雨飘飘落落，只为寂寞。你给的爱，甜美的伤害，深深地锁住了我，你藏不住的脆弱。泛滥河水冲向你我心的心脑，不停留。
可以可以，对。哎，其实这首歌唱的是还可以的吧？非常好，非常好。歌星，可以冯冯，未来可惜。啊，是吗？不是，这老听这个就。那冯冯，你刚才绝对有点那个摇滚巨星的感觉。有点，有点。我演过 rocker。rocker。我今年的生日愿望是希望可以在摇滚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在摇滚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走下去。不停的。Rock it up！将来歌坛少不了你这么一颗巨星啊！你讲是吗？你虽然到不了吴伟老师的水平，你吴伟老师的一半你是有了，我觉得。二百五。吴伟老师，不要告我。谢谢谢谢。王亮，你先洗澡吧。所以我就看。我洗的了啊，去。